心里可难受了呀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过来看看。咋？你说咋了？这东西你咋不得收拾收拾的？你看乱了，一天在家啥活都不干，都在那歇着吧。没，我不是刚才下楼带他出去玩去吗？那玩的时间话收拾收拾，收拾收拾能浪费你多少时间？浪费你多少时间？你就是懒。别，我就懒，我就不干，自己干吧你。都小洋气，都小洋气。你去给他姐说一声，我说。说话那么难听，我咋跟他说？让他休息一会儿吧。行，我不说。俺姐夫刚才跟我说了，你爱收不收，懒死你吧。好，那都让放了还，都白收，就放了乱七八糟的最好。俺姐说了，你都放了吧，白收。你像这些老狗有啥用？我没用，我不是正在说吗？俺姐夫说了，要你这老婆有啥用？还不如再出去找一个。还找一个？让他出去找去，不干都白干。你真是的。俺姐说了，让你再出去找一个会干活的媳妇来给你干活，他不干了。还是你姐好，那我再找我那姐真漂亮了吗？对不对？俺姐夫说了，说他要出去再找一个勤俭持家又会干活长得又漂亮的老婆。我让出去找去吧，真是。关门，我睡觉，不想理他了。走跟着那让他走，让他滚蛋。 Later。 呀，媳妇儿，那也没说了。你快点开开门吧，我心里可难受了呀。我门口鬼哭狼嚎啥的，有病吧你？你不是要换媳妇儿，赶紧换，赶紧走。